1917年5月，李家独子因病逝世，而他走的同时也带走了另一个女孩的生命。金钱，一个家庭是如粪土，一个家庭趋之若鹜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，这个女孩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也无法改变，包括生命。对于她的父母来说，这只是一笔成功的买卖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随着鞭炮声响起，女孩的生命被定在了他们选择的良辰吉时。